欢迎收看108年10月23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政府召开商圈理事长座谈会，副市长叶匡时表示，商圈正面临严峻挑战和竞争，要有新思维、新方法去面对，市府将给予协助。高雄市民间社会福利基金会办理的活跃乐龄日照运动会，以奥运项目规划六大运动比赛，百岁人瑞也下场挑战，展现过人的活力。高雄市消防局邀请300位幼儿园小朋友参加活动，了解搜救犬精实的训练成果，小朋友看到搜救犬快速完成任务，惊呼连连。高雄市政府召开今年第二次商圈理事长座谈会，副市长叶匡时表示，商圈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消费习惯改变、竞争管道增多，商圈业者要有新思维、新方法去面对挑战，是否愿意给予协助，而有些解决的规划是短期的，有些是中长期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高雄市政府召开今年度第二次商圈理事长座谈会，副市长叶匡时到场一一跟商圈理事长握手寒暄。开场主持时表示，商圈面临严峻挑战，消费者消费习惯改变，竞争管道也变多，要有新的方法去面对挑战，而是不会做商圈最有力后盾，提供完善服务。就是说有哪一些这个事情呢，已经在做的过程中啊，碰到那个事故可能服务不够到位，也请大家尽量的来提出来哈。那有一些是可能短期马上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属于中长期，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一些规划的。那也请大家能够理解，但我们希望能够呢，我们的市府在我们计划局这个副局长领导下能够确实做好我们商圈应该这个的一些服务这样的哈。而针对如何重新将人潮引入商圈，市府经发局提出重要关键，将辅导传统商圈体质改善与提升，增加传统商圈独特性及创造体验经济。此外，市府也会积极媒合体感科技厂商进驻商圈设置体验店，为传统商圈注入新的话题与活力。记者李佳龙、罗少君高雄报道。迈入第20周年的2019永安石斑鱼节即将在11月9号、10号盛大登场。区公所除了抢先公布澎湃好吃的石斑鱼飨宴菜色之外，还首次和四大饭店联合推出快闪创意石斑鱼料理。另外还有免费的景点导览列车，要带您畅游永安的渔村风情。鲜美的石斑鱼在名厨的小手下做成鱼羹，包入寿司，搭配南瓜，每道料理都是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三尺。永安石斑鱼节的重头戏就是石斑鱼飨宴。中油永安液化石油气厂有一个冷却水，他们的冷却水恒温在22度到24度之间，他无偿提供给我们永安区的养殖鱼户。那我们因为水质非常的优良，所以养殖出来石斑鱼不管肉质以及它整个形体上面都非常的优良。除了限量超值的石斑鱼飨宴之外，永安区公所还首次和四大饭店联合推出快闪创意石斑鱼料理，结合台式川味，以限时限量快闪优惠价的方式开放预订。我们鱼会先下去煎过哦，让那个鱼皮啊，因为我们石斑鱼的特性就是鱼皮它还比较有胶质，对，那煎过了以后它会带一点焦香味，那我们用鸡汁下去一样把鱼的鲜味带出来，用过去阿嬷的味道，然后用蒜头、糖、五香粉、胡椒粉腌制之后，然后再包裹我们的寿司米，用蛋皮来覆盖包起来，这样子。11月9号、10号两天，我们有石斑鱼的特卖会。另外，记者会上也公布了永安石斑鱼的优惠好康，有鲜活的石斑鱼特卖、美味的石斑鱼便当和最大奖液晶电视的摸彩活动，以及搭乘免费景点导览列车，悠游永安渔村风情。我们总共准备了1500尾的石斑鱼，用最优惠的方式来卖给我们到我们永安区来参观的一些民众，还有参与我们活动的民众。启动仪式中，名师设计的后唇家族安啾首度公开亮相。活动期间拍照打卡，有好礼相送，为11月9号、10号举办的永安石斑鱼节暖身。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四维长庆中心有一场活跃乐龄日照运动会，主办单位以奥运项目规划六大运动比赛，包括铁饼、射箭和飞镖等，都难不倒日照中心的长辈们。更厉害的是，连百岁人瑞也下场挑战，展现过人的活力，场面热闹。运动员长辈代表完成圣火传递后，宣布运动会正式展开。点亮圣火，我们把圣火举高。来自社区日照中心的长辈们，为了参加这场运动赛事，已经连续三个月练习暖身，希望在这场运动会中展现成果。陪伴的家属也感受到长辈的投入和期待。这位高龄104岁的郑金爷爷，虽然坐着轮椅，但是只要上场，一定坚持站起来比赛。开心啊，因为他年纪真的蛮大了，然后他还很愿意，很高兴，然后还很兴奋。我早上跟他讲说要来比赛，他就精神开始来了，本来在那边睡觉了，然后就讲说今天要比赛，参加比赛，然后他精神就来了，蛮开心的，而且越来越珍惜这个机会。今天的场子里面其实就是社区师啦，还有机构师的长辈，其实是一起互动交流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年家属参加的非常的踊跃。其实以往可能你会看到的是父子父女，今年连兄妹组啊，或者是子孙三代的都已经来报名参加了，所以我们其实很高兴有这样的状况。以奥运项目规划的乐龄运动会，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举办，这次共有六大项目，包括射箭、飞镖、足球、铅球和铁饼及举重等，希望透过活动鼓励长辈在家人的陪伴下，强化身体不同部位所需要的肌耐力，维持身体健康。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子。对，就是可能例如说他没办法像一般人这样完成，然后透过协助他，然后就可以让他得到一些成就。因为我看他说今天的状况会比练习的那天好很多，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第五届，其实我们中间有做了一些讨论，因为其实比赛项目大概你就会知道大概偏上肢运动跟下肢运动，那会针对长辈，他其实即便他可能某些项目他可能力气不是那么足的，可是他可以比准度，对，他其实有一些他可以有成就感发挥的地方，那平常其实他们就融在他们平常的活动练习当中，那我觉得这也可以激发他们活动参与的一个意愿。这场由高雄市郭吴立珠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日照运动会，邀请包括机构式照顾及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共襄盛举，现场加油声不断，也让外界看见引发长辈充满乐活健康的一面。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当大型灾难发生时，寻找生还者，搜救犬绝对是现场的搜救英雄。为了让小朋友认识勇敢的搜救犬，高雄市消防局邀请300位幼儿园的小朋友观看搜救犬精实的训练成果。看到狗狗走在摇晃的木板上，快速穿越黑暗隧道，小朋友是惊喜连连，直呼搜救犬好厉害。在林犬员指示下，搜救犬迅速从三个桶子里嗅出有人在里头，模拟在网络堆里寻找生还者，而这呼叫声被称为天使的叫声。一堆听到犬只的吠叫声，我们将之称之为天使的叫声。搜犬展示平常精实的训练成果，不论是听从指示，或是走在木桥上，甚至通过黑暗隧道，皆能迅速勇敢完成任务，让幼儿园小朋友惊喜连连，直呼搜救犬好厉害，很厉害，他们可以跑很快跟转很快，他爬下来也没有摔倒，两个地方都没摔倒，我觉得他很厉害。原来知道是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当那个搜救犬出来的时候，原来这么小的小狗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它才有办法去救人。300位幼儿园小朋友除了参观高雄市消防局位在楠仔区的搜救犬驯养中心，消防局也把握这难得机会，设计了丰富闯关游戏，教导小朋友基本救援防灾观念。如果是桥面坍塌或是要渡河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绳索，横越那个障碍物过去，对。对，体验一下消防叔叔的那个工作的辛苦。大力按下手把，加控制抛绳枪，瞬间飞出，小朋友轮流上场体验这运用在海上或是河川有人溺水的救援利器。要掉下去海的时候，
要救他的。嗯。那、啊、你按了之后什么感觉？吓一跳，很像风一样吹。嗯，要不要很大力按？有。有，那、啊、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吗？他在有人溺水可以救的。穿戴绳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小朋友走在绳索上，脚步显得有些紧张，却也兴奋走完全程。从搜救犬训练到一一体验消防英雄的工作内容，尽管年纪还小，似懂非懂，相信防灾观念已经扎根小小心灵。记者黄俊怀、罗少君采访报道。有一名驾驶因为会车不慎，轮胎竟然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民警到场时，驾驶就站在铁轨上挥手。由于有列车将要经过，警方赶紧叫他离开铁轨，并且通知铁路局按下紧急按钮。接到消息的自强号列车才缓缓停下，列车长还请乘客帮忙推车，这才终于让车子脱困。火车就要来了，栅栏都已经放下，一台深色小客车却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一群人合力想办法要把车轮移开，情况相当危急。火车快来了，赶快离开平交道。该名蔡姓女驾驶人站在铁轨中，在示意列车不要再往前开。那本所员警看到这个情状，先做人车疏散的管制动作，然后马上通知铁路局。惊险瞬间就发生在高南公路靠近炼油厂区的平交道，女驾驶呢因为会车不慎，右前轮是直接卡进了铁轨，动弹不得。所幸警方是在第一时间通知铁路局，并且按下了紧急按钮，才阻止正要开往高雄方向的自强号列车。好心民众冲进派出所报案，警方也在第一时间通知台铁。收到通知的自强号列车紧急停在事故点约莫20公尺前，但光靠驾驶和员警的力量根本无法搬移车辆。所幸列车长加上乘客及员警数十名人力，才帮忙把这辆黑色小客车顺利脱困。我们警方经初步判断，是因为会车不慎它比较靠铁轨边，然后前右轮因转弯的角度可能比较大，然后不慎落到铁轨区上，然后整台自强客因为铁轨跟柏油路有落差，所以就卡在铁轨上。这起因为会车不慎造成的卡轨意外，所幸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铁轨经过铁路局评估也几乎没有受损。警方提醒民众，经过平交道遇到状况，要赶紧按钮通报，冷静处理才能化险为夷。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秋意渐浓，您是不是也感受到早晚明显变凉了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南部温差大，提醒您出门别忘了带一件薄外套。而机车族、过敏族群以及老人家最好要戴上口罩，注意空污的问题。秋意渐浓，最近上下班时间有不少民众明显感受到凉意，因为高压增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白天依旧暖热，但傍晚后气温降得快，出门别忘了带件薄外套。高雄地方呢，这个会在早晚呢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凉意，那白天因为太阳升起来有加温的效果，所以白天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热热的啦最高温度有可能感觉会在31到32度之间，但是整体来讲呢温度是还蛮适宜的。未来一周高雄的天气稳定，气温大约落在24到30度间，但迎来秋冬季，除了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因为空污扩散条件差，机车族、过敏族群及老年人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早晚温差大的时候，那冷热的变化有时候鼻子有点适应不良第二点是因为空污的关系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子可能会从鼻子然后会影响到喉咙所以这一方面这个老人小孩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都应该要特别在冬季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保暖以及佩戴口罩。高雄气象站主任表示，从高压范围来看，台湾离真正入冬还要等一阵子。不过秋意渐浓，提醒民众除了注意早晚温差，也可开始拿出换季衣服，准备摆脱高雄的酷热高温。记者王思武、夏小新高雄报道。
继续来关心您的身体健康。今年流感疫情降温缓慢，随着天气转凉，又即将来到流感的流行季节。高雄市卫生局为了加强防治观念，到各校园举办创意宣导活动，透过海洋局的吉祥物以及生动的短剧，带领小朋友了解勤洗手、戴口罩的重要，让口号落实于日常生活中。海洋局吉祥物三宝的带领下，大小朋友左摇右摆，让卫教观念透过快乐洗手操深植心中。因为今年全国流感疫情降温的慢，高雄市卫生局到各校园用创意加强宣导防治观念。流感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在幼儿以及老人或者是有其他的慢性疾病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或者是致重病的比例是一般其他的族群的数倍以上，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注意到这些重点。为落实流感防治，卫生局副局长特地带领小朋友透过观察洗手前后手上的细菌对比，来了解勤洗手的重要性，让口号化为实际行动。吃东西前要不要洗手？要。还有什么时候要洗手？上厕所之后。还有呢？看病之后。有出入这个公共场所，特别是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的时候，可以戴上口罩。那另外就是不随意的用手触碰眼口鼻的部分。那在居家的环境管理的部分，可以时常以这个500 ppm 的漂白水作为居家的一个清洁。创意短剧活动融合互动性舞蹈，让学童轻松了解防治流感的重要，实际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而卫生局也提醒，今年接种疫苗从11月15号开始，接受疫苗保护就可离健康更进一步。记者张世明、夏小欣，高雄报道。今天的媒体试读单元要和您探讨的是媒体守门人，在新闻产制中占有很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会决定了新闻的走向和内容。因此传播学者指出，新闻产品不等同于新闻事件，而这样的偏误是因为加入守门人的价值规范，包括政治和经济因素，阅听大众要明辨，才不至于被误导。不是每个事件都会被报道成为新闻事件，也因为各家媒体有不同的选择和各自解读的方式，新闻产品面向各有不同。至于谁来选择、谁来解读，将由媒体守门人来决定。这些层层的选择，它一定是根据某些的价值规范在做选择。好，那这些价值规范可能包含了这些媒体组织，或者是这个直接来说是媒体的老板、媒体的拥有者。他本身的政治立场、他的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考量。传播学者表示，经过媒体守门人筛选和把关之后，呈现的新闻产品不等同于原始的新闻事件，因为新闻产品是守门人依照组织系统的潜规则产制出来的，会有所偏误，阅听大众要明辨，才不致被误导。我们可能要了解某一个新闻组织，它有一个系统性的偏误，那个系统性的偏误可能就是跟这个媒体组织或媒体的老板他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或他的经济利益是符合一致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过程，它影响的过程，阅听人就比较不容易受到新闻产品的误导，或者是失去你的这个理性的判断。在新闻专业的领域中，还是要求客观中立，致力追求新闻事实。守门人不应该依照各自的价值规范而有所偏离。阅听大众也只有多看多听，才能够看清新闻事件的真相，而不是根据老板的或者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的这些偏误或一些商业的政治的利益而已。他应该根据的是新闻专业的要求。好，就是说我们应该根据新闻对于客观、对于中立、对于事实的这个极力的追求。台湾的媒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再是一言堂，因此阅听大众更应该洞悉媒体立场，纵观各家报道面向，才能够对新闻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记者黄俊环、赖昌邦高雄报道。
左营新庄地区相当热闹繁荣，有许多庙宇庇佑地方。而在地长大的新庄里里长黄玉志特别介绍紧邻自由黄昏市场的天后宫，主祀神明是慈悲为怀的妈祖，还一座青云宫建筑壮观雄伟，超过300年历史，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而楼下就是早晨市场，有许多传统小吃，欢迎您来一趟左营庙宇之旅，也品尝在地美味。枝叶繁茂的老榕树旁，静谧庄严的景致，是左营地区香火鼎盛的新庄天后宫。祖师神明为天后妈祖，源自台南山上天后宫，长期保佑地方发展平安顺遂。那一摆老吉，阮只有12宫的姊妹啊庙，那老吉来无所在好长势，啊了妈祖才找地来买家，啊这拢是三上妈祖的也。神威显现，因的灵感，因的神通，找到这块地，哦，真适合啦。荣誉主委娓娓道来天后宫建庙历史，受到妈祖慈悲感召，新庄里新任里长黄玉志也经常来向妈祖祈求，许下照顾新庄里建设的诸多心愿。选上之后呢，我也很积极的来争取这块，就是整个道路的重整，哦，然后就重铺路。然后他说，铺路完之后，我第一个先来跟妈祖婆说，就是默默的跟他说，就是谢谢妈祖婆这样子。然后，我答应的事情，我就是替你完成了，然后也很开心，然后也希望他保佑我们里内大家都平安。左营新庄地区除了有知名的妈祖庙天后宫，接着来到富国路上建筑宏伟的青云宫，祖师神明为保生大帝，在地拥有超过300年历史，居民从桃子园迁徙而来，可以说是地方最资深的信仰中心。连续看过望鱼啊望3遍啊3次，他都是一样，三尊呢都是在被我们牵起来，然后呢，每一次都是板材有贵，所以他觉得说，这个神明呢有在保佑我们，所以在那边呢就设一个那个草寮屋，上面供奉，那个是在那个还没有迁到新庄来的这个时候，那附近像我们里面的美食，刚刚有介绍到，就是我们的蛙龟，就是那个旺妈妈的，那也在我们的庙的下方这边，那也都欢迎大家，就是平常来吃个早餐，然后顺便我们走上来，然后跟我们就是来我们拜拜一下这样子。在天后宫妈祖与青云宫保生大帝庇佑下，左营新庄地区发展繁荣，庙宇也经常帮助弱势渡过难关，而两座庙宇都位在车水马龙市集聚集之处，有许多传统点心让人津津乐道，欢迎来趟左营庙宇之旅，丰富心灵也祭五脏庙。记者李佳龙、罗少君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度到3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到31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0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0度到28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趣味的友情，予人温暖的亲情，使人感动的爱情，也搁有上骨力的热情。加油！加油！加油！拢伫咧上水的你。妈妈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宝宝，虽然我的病永远都不会好，但是我用我的话告诉世界，我不会放弃。我是涂思萱，永远的老朋友，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不管多么炙热的阳光，都要卖力打拼。